虽然威尔萨克未能记起所有的事，但至少他提到了某些关键的名字。更重要的是，人类打退了复活大军，凭借着戈兰山上的英勇事迹，艾丽娜的队伍得到了存在之城民众的褒奖，并被亲切地称为戈兰小队。不过危机并没有彻底解除，依托天堑的防御对于目前的人类来说是最为实际的。我在数天前已吩咐下属在湍河沿岸修筑防御工事了，北境也是危险之地。那西边呢？那里可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。没错，我也在积极筹划西边的防御，但很不幸，我已经收到了令人担忧的消息。什么？在菲里奥斯，所幸的是实在并不严重，贝洛德已经集结兵力前往增援了。我们也去吧，我很担心。不、哦、太危险了，我去吧。站在一旁的圣卫军将领眼睛快速转了一圈，没等他们打出第三回合就判定了结果。好吧，也许你们可以一起出发，但我的人手要集中起来修筑工事，所以一旦情况变糟的话要尽早通知我，给我点时间，你明白的。没问题。拜森带领着为数不多的老部下加入到艾丽娜的行列中，他们沿着贝洛德平原的南部行进，然后又往南进入厄本沙漠，一直跋涉到沙漠的南端才抵达了菲里奥斯。实际上菲里奥斯的情况远比报告中的要严重得多，城市岌岌可危，许多村镇已经沦陷。尖叫吧，尖叫吧，假若你被活死人咬到，除了尖叫没有别的可做了。我自己可以的。不，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情况是个未知数。我正是担心这个。正中目标，精准无误。蠢货，不妙，这样我们会失去城市的控制权，我们得阻止他。巨龙国师，快干掉他，只有这样才能迅速瓦解敌人。战利品为胜利者所有。被射成了筛子，